早良先生他们家的那个老北京枣糕，这一箱是660克啊，里面大约是11到12枚，具体是根据重量来的。它是这种礼盒装的，平时咱们自己吃呢，送人都可以啊。看里面的包装也是很精致的。它是使用的这个金丝小枣熬制的枣酱，添加鸡蛋，使用的鸡血小麦粉，它里面这个枣加鸡蛋的占比是大于等于40%，特别的香甜，很湿润，混搭性又很好，枣味很浓啊。拍下是到手是660克，11到12枚左右，每个都是这种独立包装，常温存放，保质期是90天。枣味超浓，超好吃啊！它的口感就是比那个红枣的甜度稍微再甜一点点，不是说那种齁甜的，因为它里面有添加白砂糖的啊，就加了一丢丢的白砂糖，送给咱们大妈呀，自己吃都可以。早晨吧，当成一个早餐；下午茶，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加餐都可以。